同学们，我们今天来看作文。我们今天要写的作文是参观书展。参观书展。好，那么第一段落呢，我们可以写去书展的时间，谁带着去。那么第二段落呢，我们可以书写书展的状况。第三段落，我们可以书写在书展看到的画面。那么你在书展看到了什么，我们把它书写下来。那么第四段落呢，我们可以书写心情和感想。好，那么老师会在下面的发一个链接，你们来看一下书展是怎么样的。好，小朋友，那么我们看完了视频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书写我们的作文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我们要写去书展的时间，谁带着去。好，这个是星期六。那么上个星期六，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我，那么是谁带我去呢？是谁带我去参观书展呢？爸爸带我去，这个是书展，我们去参观书展，参观书展。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写呢？我们读过一下，星期六，爸爸参观，我们这里可以加什么字呢？对了，上个星期六，我们这里要有逗号。上个星期六，爸爸带我去参观，参观什么？书展。好，写完了就一个句号。好，我们来读过一遍。上个星期六，爸爸带我去参观书展。好，同学们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段落。好，我们来读过一遍。上个星期六，爸爸带我去参观书展。好，那么第一段落完成了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落。我们可以书写书展的状况。我们来看，好，这个就是书展。我们看到书展里这些人，很多人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成语呢？人山人海。人山人海就是很多人。那么看起来怎么样？你如果在这个书展里面，十分拥挤，十分拥挤就是很急的意思。那么书展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它有各种书籍。各种书籍就是各种各样的书啊，有英文、马来文、华文、漫画、小说都有哈。啊，你看这里有世界文学、流行读物啊，有各种各样的书籍。那么这些书籍放在哪里呢？你看这些书籍都摆放得很整齐，是不是啊？整齐的摆放，整齐的摆放，放在哪里呢？架子上。下面是一个架子哈，这个桌子是用架子来搭成的，放在架子上。好，我们把这些字把它写成文章，写成。好，我们来看书展，人山人海，拥挤，书籍，摆放，架子。好，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加什么字呢？书展里，人山人海，就是很多人。我们写完了吗？这边后面还有拥挤，就是很多人很急，还没有写完，这里放一个逗号。什么拥挤呢？十分拥挤。写完了一个句号。书展里，人山人海，
十分拥挤。然后书籍，有什么书籍呢？各种书籍。怎么样摆放？整齐的摆放，摆放在哪里呢？在架子上。好，我们读过一遍。书展里人山人海，十分拥挤，各种书籍整齐的摆放在架子上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把它抄下来，这个就是第二段落，我们来读过一遍。书展里人山人海，十分拥挤，各种书籍整齐的摆放在架子上。好，那么完成了第二个段落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写第三个段落。第三个段落我们可以书写在书展看到的画面。好，那么在书展里我们会看到有小朋友在翻阅书籍，就是在那边看书，翻阅书籍。也会看到小朋友在那里跑来跑去。那么我呢，这个是我就选了几本书，有什么书呢？童话故事书、漫画。那么选好了书就排队付钱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段。有些人翻阅书籍，跑来跑去，选儿童故事书、漫画，排队付钱。好，那么第三段我们是书写看到书展的画面。那么这里要写我看见。我看见什么呢？我看见有些人在翻阅书籍。好，还没有写完，我们来个逗号。那么还有谁在跑来跑去呢？有些小朋友在跑来跑去。那么写完就放一个句号。我看见有些人在翻阅书籍，有些小朋友在跑来跑去。好，那么这里选是谁选呢？我选了几本我最喜欢的儿童故事书，或者是我选了几本儿童故事书也是可以。然后呢，和漫画后，那么我选了几本我最喜欢的儿童故事书和漫画后，那么就排队什么付钱呢？排队去付钱，就去还钱了。写完放一个句号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段落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段落，前面一定要空两格。我看见有些人在翻阅书籍，有些小朋友在跑来跑去。我选了几本我最喜欢的儿童故事书和漫画后，就排队去付钱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段，也就是第四个段落，我们可以书写心情和感想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爸爸，这个是我啊。我们带着新买的书开心回家去了。好，那么你期待，你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再去参观书展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段。我们新买书本开心回家，希望更多机会书展。好，我们来看可以加什么字。我们带着新买的书本
逗号，然后呢，开心的回家，然后来个句号。那么这里是谁希望呢？啊，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参观书展。句号。好，我们读过一遍。我们带着新买的书本，开心的回家。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参观书展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段落。我们带着新买的书本，开心的回家。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参观书展。那么我们今天参观书展这一篇作文就完成了。那么这就是整篇作文。那么同学们和老师一起读过一遍。上个星期六，爸爸带我去参观书展。书展里人山人海，十分拥挤，各种书籍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。我看见有些人在翻阅书籍，有些小朋友跑来跑去。我选了几本我最喜欢的儿童故事书和漫画后，就排队去付钱。我们带着新买的书本，开心地回家。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参观书展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堂课见，拜拜。